Thank you.
晋王丹富的将军，一级破天大圣，南天地公，一级王家好的进前，今天吉占座啊，咱这个仙官位哦，所以呢，今日由我啊，咱的这天大圣爷呢，来照着上天鸿运，风耀珠落，会当表啊，咱蓬莱仙座，瘟疫咖喱脱离这人间世俗之苦。今日一表金鞭照表，玉帝三尺，玉帝树下一拜。玉帝二度祝是咱凡间俗子，大家身体健康。再做三座玉帝，今天在360年七座分条，得叫咧感召，召动天理的时，风耀珠叠，会当攻击咱的这瘟疫，早日开，早日完成。会当公告脱离咱这个凡间俗子，大家福利幸福，会当大家平安顺利，吉祥如意啊！所以呢，今日咱的丹府啦，咱的福利精神啦，力高升官，所以由我大圣万方玉帝大雄雄，咱家有事保河山，河山金鞭在你身，升到福吉妙明星，带你升天在你前，带你咱家四平稳啦。河山保气保平安，平安四世在保，一群河南市，河南运用东港市人。金山保座保护神，金山保座保护山，护山保你全家平安，永远健康顺利，吉祥如意哦！金鞭打作玉帝上，玉帝赐福金安局，金安赐福保平安，河山保护功能体，家庭顺境保护线，玉帝水质大理想，河山必记千千万万千载赐福，尤其即种玉帝生，大作仙境现分明，玉帝公照保日食，家庭温暖健康大利招财进宝，福利成形。日吉高照，三尺高升啊！来，等下地主来接去。等下地主来。河山就是保你的家庭，哦，这支河山飞无足艰难的时阵，你就袂使怕亏。哦，这就是保河山。哦，所以呢，今仔日啊。上天赐你什么？上天赐你什么？是你金安赐福啦，可以。金安赐福，保公灵照。这就是今南天地公以我大圣爷文武大神啦，所以吼是七字嘛，会记无？会记。哦，可以会记好。咱这今仔日是照大地人心灵，照玉帝所赐，天地之宏啊。所以老祖呢，恁的老祖就是咱的丹府大将军啦，今日非常的欢喜啊！有外省的听无？有好听无？有啊！雨伞免拿无？免啊！好，安尼就好啊啦！安尼有新女现做无？有啊！哦，可以啦！所以今仔迎新年，这么好的日子，南天八公自己啊所选的日子，我发糕嘛真欢喜啦！哦，真久也无下单，所以今仔这个任务好啊！我是金标到底啊，金榜提起啊，向上天进单子，本日赶紧离开去，好不好？好。我来甲大家讲几句话咧。不是，不是，是咱的主，不是咱主要。
我是拄仔即个感受。好的精神，是吗？哦，好的精神，好的精神感受。我跟你讲嘛，虽然伊来伊来伊初逢新官吼，啊，伊也成功来开门啦，所以伊来伊来地主你啊，啊，所有的这个咱观众甲你要求嘛，吼，本来呢，啊是讲啊，啊，咱的圣王慈悲嘛，吼，讲安尼万年有缘嘛，吼，哎，当要金身回头再回，但是。恁会好去进行啦，讲这个仪式要制作，哦，啊，你会当赞助者，唔免担心。叫我甲你问看，意下如何啊？没问题啊。好，好，这就是今仔日的我的进行，好，你给你讲。过来就是讲，是不是？伊咧新官这个当中无几工嘛？你等到坐牢过了后，你甲请。好、哦，啊，伤兵该爱心啦，了解。好、哦，这就是第一。再来就是讲五月七五，你家己的事就讲，马上卖价，好不？你敢卖价？对，了解。就是五月七迄天卖价，啊，一定保证是拢固定安啦。好，安尼家己交代啦。好、哦，你所付出的。伊会予你一个交代啦，吼、哦，就是讲今仔财政爷转来呢，我是今仔带动整体啊，就是讲啊南天门由我南天地公，啊北天门由我地天大神，所以我今仔一定爱转来，我手拿金纸，手打金鞭，手手平平安安，所以呢，一定是爱转来完工来圆满这代志，洪财呢？高德圣人就是咧向着我们现阵祈求啊，咱这个多少分力加力去拼这个所在，吼、哦，所以今仔就是重要的任务啊，吼、哦，所以是安尼，吼、哦，希望讲大家咧会当遵守，吼、哦，当遵守，啊，莫超收过伊，啊，这个啊，收错的物件，较莫食，就对保安哩无代志啊。干啥等一下，我们房租够了，你要给我们房租够了，行了，我们行了，不是啊，你买这些，买这些，啊，这些，棍，乌龙，乌龙，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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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咩什么？你点点咩？安，四方的路，开就对啊。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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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姜的啊，炖姜啊，炖秀，炖姜。我姓杨，姓杨在地主啊。哦，这样多少？对啊，哈。哦，快点到啊！你好，哥啊。人做哈，人做了哈。你快点来招啊！你有意思，你招没招啊？没有，没看到啊，遐皮皮啊啦。啊，哎你。中棍啦吼！哎，你做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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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听不明？哎，懂不懂？懂。五月二十一号。五月二十一。祭祖。我哥，你在做啊？哎，来工作了。那个五月二十，哎，我那个五月二十，他们工资都再干了。代表，现在代表，这是四月。无啦，又讲下礼拜啦，买这个。哎，这少，这个没少。你这个是小大鱼啊？我这样干，我是。我姓啊，你我姓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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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出门就有一点下雨，不然那个旗子都会跑出来，那个很好的旗子都有出来。如果下很大，重点是进来回来的时候，重点是来重点了，这样好了，没关系了，这个不错了。哎，向上帝啊启示，说这间主庙一定要来跟慈安宫啊共同祭祖，赶快恩利祈福啊！还好这一次我们360年七图那个建造，我们也都有参加，这个就一个过境。今天这样不是很圆满哦。就是说21号那一天早上11:15，在点十五啊，对，要团体嘛，慈安宫的所有委员团体要来参加，至少需要12个啦，不要团体，团体是不可能的事啊。我是这样子啊，是这样啊，你都也团体，是
要尽量啊哈，十个也要尽量啊哈。啊，我是很希望十二个，哦，周五月二十一号起，11:15，没事啊，对，我生日也这么大啊，有困难吗？困难也要解决啊。对呀、啊，你再讲，你是要玩，不是有人生大事，对、啊，是不是？你到当晚跟他们会合都可以，是不是这样子？对，哦，这个是很重要的事。那你要去清点一家，哦，北上一家的清点，中间一家清点，西边一家陈家清点，要三家一起同台来记住。有人写吗？你说东家。对，东西南北啊，东西南北。东边有一个姓陈，陈氏家族，有吗？有，陈金龙。那个是情侣，那个你是情侣。跑那么远干什么？跑那么远干什么？那按你看，陈氏家族，你们自己三合院的、啊？不是，不是、啊、有公庙的。哦，有公庙，公庙的、啊，是吧？哦，那个燕巢，燕巢那里、啊。我只知道这样子，东边。东边还有来？就这样。东边有一个。我们一家。姓陈的。啊。他们族谱啊，就是我们陈家姓族谱。湖南的，那个燕，那个是不是燕巢啊？他是不是有姓陈？奉奉开张圣有啊有啊有啊，那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了。这就代表东方，一个哈，这样就好了吗？对，就这样两家姓陈的，这样就可以了。那我们自己要跟东边的那一个，对，11:15。他们要准备什么？不用。这边全部只让他们自己准备，他们人来，随便他随缘。他们人要几个来？看他要几个就。哦，没有限定。哦。这样你懂吗？哦。然后呢？这一次啊，那我们呢？我们是一个小小的温暖先生，人家是一个大大的，是不是？难以合嘛。南与河，南就是漳州，北就是河南，是不是？这一次这么奉定一次清点，我们自然都是你们的福气。哦，我希望这个福气把它圆满包起来，哦，子子孙孙万代福星。这个要那个准备什么？准备呢？这个是就是吃六样的东西啊，菜。还有那个贡品16样，好、哦，这样就可以。16样的，这样的贡品啊。对。哦，你注意听哦，这一次呢，我们是可以算是三级高薪了。我们去七层高照17条的那个建造，我们也参加。后来呢，我们又21号。啊，就要来一个，那个，那个什么，那个祭祖。那第三呢，就是陈家再多了一个福德正神，升级三跳，是陈家，河南的陈家人，跟我们的土地婆同辈，所以我很恭喜啊，大家都有。接收到这个福利，是希望这一次工作能做好一点。那个请教那个陈武大将军哦，16项的贡品，在里面放在里面，对，用煮的吗？还是用买的买那个简单的？不一定，看要什么。当然了，到时候我会跟他讲要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叫那个邻居去启动就好了啦，好不好？好，可以。这个就是你们自己怎么处理。好，是啊，跟你讲一下，要问一下啊。对对。第一，老祖有一个请求，那一天给我拜鸭不拜鸡。贡品里面有鸭，没有要鸡哦。我们现在要记得，只是第一代祖啊，
在唐朝武则天的时候，哎呀，不拜鸡呀，不拜鸡。我们呢，陈家族啊，给鸡呀、啊，鸡鸣啊，三更啊，救了陈家一家族。所以那一天我们就不要拜鸡。以后你们要怎么样？将军不管。五月二十一号嘛。对，不要鸭。哦，那一天就拜鸭。拜鸭、拜猪肉、拜鱼，嗯，对，他一个面，寿面，长长寿寿，寿面啊，对，要熟的面放在那个三牲里面，寿面，这样子，然后好黄色的就那个好，好黄色的就面有米啊，熟的了，这个是很重点，很重点。这个就是公鸭，拜鸭这个就是有鱼跟鸭哥，还有寿面，还有猪肉，对，就三牲哦，不用鸡就用鸭，用鸭就好了，对，好不好 ？OK， 好，就这样，这样好，对。这就是呢，今天呢，你看我要进来的时候，是不是都没雨啊？哎，对对对，是不是风调雨顺？还说我是外省人了，有没有听进去啊？谁说你外省人啊？你是两个小子。哦，那个是我说外省人，你有没有听懂啊？为什么要下雨？我说会停雨的，一点四十五分就会停雨的。哦，放心了。哦，那个两个小时都已经外省了。那将军神神威了哈。今天很辛苦啦，你很比较辛苦啦，陈武大将军啊，那个还有那个陈家福德正神啊，那个小子啊，你的是可以的。可以啊，嗯 ，OK。要叫那个来吗？师傅啊！哎呀，乡里人哎，好几公里，好几公里。大将军，大将军。你那个雨伞很宝贵哦。是。要保存哦，放在那个神桌的旁边哦。好。也不要给小朋友玩到哦。我知道。哎。红变白呀、啊，白变子孙呐、啊，白就是白花啦，懂不懂？懂。对，所以呢，那个福德正神呢，求在上天的玉皇大帝啊，说他身体啊，要这个家庭平平安安，哦，啊，要一代一代延下去，哦，就是用一只伞给你保护，嗯，哎，就这样。保护全家。哦，今天这个事情就很圆满。对，还有呢，就是今天呢，这个贡品呢，你要带回去。这个贡品啊，水果你要带回去，放在你的神桌上。桃就是代表男孩，要拜拜烧个金，懂吗？所以我第一就是要交代一下。然后呢，那天祭祖，家里的长辈最来是最好的，哦，是陈家人。我插一个话好不好？等一下，等一下，是不是要拜那个拜三牲？三牲。拜那个甘圆。这样啊。对。好，就这样，好不好？哦，所以呢，今天。这个事情呢，就这样圆满，我非常的高兴。只有一个不高兴，你说我外省人，我就不高兴了。没有给我一声通缉啊，天气不太好，一脚斩下去就是晴雨了。哦，我们的南门神说，我们两个一起来踩。哦，踩下去。上晴雨。哦，刚好。对不对？对。那个雨伞就不要了，要了。哎，这样很光荣嘛，光荣嘛。我打大家都很好，希望啊，在这个五月，我们这个瘟疫呢，能赶快慢慢结束，大家都平平安安，好不好？好。灾民啊，吼。
二位。来来来。来，你同上勇，再上勇，三上勇，啊，天水处林荫年，农历四月十四日中时吉日，位处高雄市正阳区新公里文来路172号，朱元璋、陈副大将军、谭天伯公、陈家福德正神，蒋先生今仔日去车城福安宫感召，为此回家。啊，今仔日有阮陈主委、陈公健、大奶、陈善南、信女一同上香拜，再拜，三拜，所以。你看陈家福的精神，啊，由咱啊陈家主任委员陈光健啊带领众善男信女啊，今仔日用去拜去三星酒礼，啊，顺利拜，再拜，三拜。向咱主帅开疆圣王陈副大将军南天伯公啊，陈家福的正神啊，全疆正义军心诚虔诚接受了接受，再接受，感谢天地神。今日朱元璋呢，啊，伫遮吼啊来叫咱的台湾遮的长官啊来甲咱互相啊来交流，就是讲咱的啊民间的交流吼，啊就是讲今日啊咱朱元璋呢马基地啊来参祭啊来祈福这个仪式吼，所以呢，啊我代表朱元璋遮的委员、主任委员以及咱的宗主吼。啊，咱一同啊，啊来为着这个天意灾厄吼，这个瘟疫，早日啊会当下日离开，请着咱的主帅开疆圣王呢，亲自献出，会当庇佑
啊海峡两岸，诶，即个人民百姓，大家拢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吼，即就是我要讲的话。啊，来请咱前的理事长咧，啊，你这份先生咧，哦，啊，伊也是来参与今仔日这个计划，啊，这个典礼，哦，啊，请伊来。好，非常感谢，今日是非常荣幸吼，来参加着，咱这个周永祥主任长，要来这个吼，今日现场，嘛咱的董事，董事，还有叫咱的董事委，咱的吴副长，还有叫咱这个德电，咱前的主委，今日啦，咱永华。有着咱这个疫情的关系啊，所以讲今日在你遮共同来举办着咱这个计划。那么我伫遮代表着咱台湾大客音乐庙啊，来伫遮来计划。咱的开张式哦，嘛来这个新蕊啊，来这个献血。我嘛唔忘咱永华人民同胞啊，共同。来祈求为着咱的开疆扩张，这个瘟疫啊，两岸这个瘟疫啊，早一日啦，来这个扫除啊，庇佑着咱全境平安顺遂，谢谢。我老有啊，好啦好啦好啦。拢无哈。好，咱拜财神先王啦，吼，拜财神先王吼，财神先王给咱庇佑啦，吼，好，接下来啊，好，平安顺利就好啦，就是福气啊，今仔日团长甲咱大拿为会要两岸吼，哎，咱祈求平安顺利啦。拜，再拜，三拜，来，全收了喽。好啊。你人客。好啊好啊，我让你吃，你怕我都，你这注意都无灵啊呢。来得了。来，拜。三一。咱今仔开始传拜啊！二来拜，再拜，三拜。啊，天伦岁处，因为每当月五月十一日，平时在节日，咱全疆啊，咱来开张圣王。新蕊献祖，今日呢一个是真特殊的日子，就是讲，咱呢丹拿为会庙，咱呢圣王宫呢这个徛起基地吼，今日咱呢海峡两岸来要来祈福，祈福呢咱这个瘟疫啊、疫情啊，会当早日来消除开吼，就是讲请咱圣王宫呢今咱全疆。有咱的姨祖，有咱的老太祖，以及咱的老太嬷，镇守在咱全疆的。今日请全疆管理委员会有咱的主委陈光健先生这个宫主陈光健先生呢咱这众委员来一同一条清流祈求咱这瘟疫早日让安尼大家平平安安，搁里来呢？咱的台湾区前的理事长李德川先生，就是咱的大家永和庙伊今仔日来参与咱这个祈福。再来就是咱屏东竹田咱的前主委刘明才一同呢，全家都笑
啊来参与这个祈福，祈求啊啊咱的这个天伦啊啊当平啊福气平安顺利大吉，或者运力早日啊两华这人民百姓，大家安尼平平安安顺顺利利，请咱信奉讲呢一坐定位啊，会当予咱的这个众神人信众啊这个白毛啊啊会当脱离。哦，来离开咱这个所在，啊，互咱遮个呢，遮个种子苗语拜你开心兴旺个呢，下来大家呢受着咱相当个庇佑，啊，大家拢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福是天福啊！哇！来，好，唱。好，来。伫边啊，伫边啊。咱咧今日伫这个啊，全国啊，咱的管理委员会啊，啊，这个委员啊，大家咧足踊跃啊来参加咱这個海峡两岸咧啊来祈福，好咱咧会当大家啊家庭顺事、事业顺风、平平安安哦，卖易受着这个瘟疫的打击着。所以呢，咱今仔受着咱丹拿威有庙。啊，地主陈建生呢，啊，以及咱全疆的诸位呢，啊，拢是同心啊，来为这个天宇祈福吼，希望今日这个祈福会当顺顺利利，啊，会当看得早日啊，这个疫情呢，会当安尼圆圆满满啊，结束掉，给大家人民百姓大家平安顺利无，好不好？姓王，台中苏州，南武大将军台中会堂，日本众神去咱丹拿威会庙，啊，台中姓王，啊，日本众神尊神像，两岸为此疫情的关系，会当平安顺利，早日这个疫情会当离开了，啊，咱国土。啊，两岸会当平和，再次相会。今仔日特地办起敬品拜拜，会当顺顺利。有啊，有乖。有乖啊。你了，小五香干哪？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团队团队
动现场正式开始哈，那也欢迎大家这次能够莅临。那活动开始了嘿，那今天也要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单位哈，来提供摸彩品。那还有要感谢的是我们最辛苦的光前嫂哈，为大家提供这么多的美食。哦，那我接下来介绍下面几位贵宾哈，就是我们高雄市议员李博一议员。哦，来大家捧场，还有我们高雄市议员李雅慧的服务团队赵特助，哦，也莅临我们的现场。那我简单介绍一下哈，我叫博轩，哦，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要举办这个客家漳原美食推广活动？原因就是呢，因为在我们左营，哦，我们这个巨蛋繁华的商圈，哦，有一条就是我们非常传统的客家庄。哦，就是文来路这一条。那因为我们陈宋阿香理事就光前嫂，哦，长期在地方呢，我们都推广着客家传统美食活动，所以因此呢，他还推广了我们高雄市漳原客家美食协会，那就是要推广我们客家文化的食物以及客家文化的之美这样子。嘿，那现场呢？光前嫂已经准备了许多好吃的料理，哦，像菜丸、超阿贵、风肉，这些都是他拿手的私房菜。那我们是不是也给光前嫂一个掌声？好，那本次活动呢，我们前面也有许多的摸彩品，哦，那也欢迎大家还没有摸彩的赶快来摸彩。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介绍贵宾，那也请他上来勉励一下。我们欢迎我们高雄市议员李博一议员上来为我们勉励。感谢哈，咱文来路咱遮所有厝边好朋友，甲咱公亲兄、公亲嫂，啊，甲咱所有想支持咱漳原客家美食、想支持咱大嫂的哈，所有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一天哈，一天九万粒啦，今日搁八万几粒啦。啊，大家身体着保重。啊，但是咱公亲社嘛是为着大家吼，逐年嘛是爱劳累一下，要煮好料请大家吃吼，大家嘛来劳累。啊，今年吼，大家帮这公亲社，大家甲看这下这张诶。大嫂，今年甲你做这张有满意无？等下大家先参考吼，啊嘛发图卡。用来发图卡给大家。这今年吼，我甲博轩，啊甲咱服务团队吼，咱甲公亲社翕一张笑甲真欢喜、真水的相片，啊嘛甲写一个故事，叫做啊标题叫做“左营好客”。啊，你若无注意想讲公亲社是毋是要出来选议员？啊，这个真好，因为吼，我感觉咱逐年咧办这个活动吼。咱就是要有故事，啊，所以咱就甲写一个故事，讲伫咧咱巨蛋遮热闹的所在吼，这个客家这条客家街、客家庄，啊，逐年拢有一个光前嫂伫遮，陈宋阿香女士伫遮，哦，咧办这个活动，咧推广客家美食吼，大家吃，啊，这吼，哦，这份我阁会甲寄去监察院，啊，挂红吧，会甲寄去监察院。哎，寄去台中，寄去台北，予真济，咱台湾真重要的人，予因，喂，予因嘛会使用到咱的这客家美食。我今年拢甲寄红包哈，大嫂，我今年拢甲寄红包。啊，咱若做好包装吼，拜一甲寄出去，因收到吼，若有人敲电话要甲你买吼，你可能爱较无用。好，祝大家身体健康，谢谢。我们谢谢李博议员，那郑大哥，我们上台。戴金水吗？戴金水先生，戴金水先生，我们上台来领取摸彩品。来，议员，我们再抽出一位哈。戴金珠女士哈，我们上来。
杨富雄杨大哥在吗？哦，我们上台。好，那大嫂已经准备了很多食物哈，所以大家就尽情的享用。好。来，很牛，我大哥大姐想要唱歌的无？我们这边有卡拉 OK 哦。也上来摸个彩一下，好吧？哦，主委妈妈，主委快到吗 ？OK， 好，谢谢。我们也欢迎区长啊，来，区长跟大家打声招呼，谢谢。不就恭维啊？哦，没恭维。区长要不要上来跟我们缅甸几句？来吃掉，先吃掉。来，区长，快来看一下。啊，区长先用，区长先用餐。好，那在大家享用美食的同时啦。喂，你好。等一下，你好。第一位是我们这个林秀梅，好，谢谢，看前面干什么？好，那第二位是我们陈美容，光嫂，光嫂，谢谢。哎，第三位是宋正峰，谢谢。好，第四位是夏孝轩。好，我们恭喜所有我们得奖的朋友哈，谢谢谢谢。那因为我们杨主委也到现场了哈，那我们是不是也请我们主委来帮大家摸个彩一下？马兆宝，马大哥，有伫咧无？马大哥有在现场吗？李文科，李大哥，李文科，李大哥，李文科，李大哥有在现场吗？哦，有有有，看到了。那我们请我们的抽奖者都上来跟我们主委合照，谢谢。来，我们看前面吼，来看镜头，一二三，还没准备好。好，再一张吼。好，我们再一个合照哈，来，请主委跟我们两位获奖者哈再照一张 ，OK 了吗？好。好，谢谢谢谢我们主委，那主委是不是我们也勉励个几句话？我们现场慈安宫的黄会长。还有彰元美食的阿香理事长，我们李博义李议员，还有议员候选人黄真林黄候选人，以及现场所有彰元美食，还有这附近的伙伴们，大家午安。午安。没有没有。好，今天过欢喜来到爱的，你躺的是荷包吗？躺的是哈。是哦，今日个欢喜来到爱的吼，来参加个阿香理事长的彰元美食吼，伊真是过厉害呢，伊做个安尼丸子啊，还有他夹出来沾满好食，伊过做以前都同我讲，注意啊，爱来叫我拍个发通哦，唔四点十五分突然来，阿哥，妈你按做食饭了呀？伊讲无啊，我先磨菜啊，我讲法啊，故养食饭，所以爱吐吐牙。伊讲诶交代拢伊诶提醒肚里吼，陈飞总统阿香姐姐沾满忧心，含咧一个沾满对地方沾满热心诶人吼，伊拢精神安尼李博义议员哦，讲诶对地方沾满认真，沾满失望啊。
今咯，提阿个做阳气，这算左营嘛，对不对？嘿，做阳气有阿斗你娘的天数啊，市政的推动会占满噶，占满顺利。阿提阿毛诶，屯他家讲哦，俺们的市政啊，屯工山一片，屯陆科一直到台积电进驻，提阿做阳气啊，会增加过多就业机会，嘛带动地方会产业发展。那个 S 廊带形成了，又有俺们的5G AIoT， 过俺们上下梯房又嘛有俺们运动发展中心，所以为运动发展中心有13座了。然后呢，俺们的公园啊，欧洲特色公园有33间。市政讲啊，市民的需求，秋黑也行肚里，最记得最重要的事情。啊一下喏，你请安洋葱哦，他家一定会保护好自家。啊，唔管去哪个，要记得回去爱洗漱自家喏，最下尾要带好来保护自家嘛，还保护俺们的朋友同家都看人吼。啊，最两面喏，要照顾他家哦，爱平安健康。啊，今年张元美食发通圆满成功，感谢他家。好，我们谢谢主委，谢谢。我跟他讲话啊，对啊，都好理解的。来，大家好，咱的张元美食哦，和咱的杨主委哦，足支持哦，所以今仔日我才有迄个勇气，然后来办哦。啊，下仔啊吼，就是讲咱的专工哦，咱的开中性哦，来祈福，和咱这疫情啊，早日赶紧啊来结束。让大家人民百姓大家都平平安安顺顺时时哦，你也看咱的杨主委吼，足有福气的，咱今也无落雨，吼啊，大家呢免客气，啊，我咧迄落一寡吼美食啦，就是咱客家的炒粿啦、芋粿啦、歪酒啦、啊咸菜鸭啦吼，啊这点点啊，让大家品尝一下吼。这是嘛，咱杨主委吼，直直安尼甲咱支持吼，咱嘛真希望讲，这个客家美食啊，我是代理来发言的。今仔日的理事长是陈茂达先生哦，哎，对对对，啊，咱哦，因为今仔日哦，本来咱要来选这个客家美食的这个理事长哦，啊，咱的社会就讲延后吼。啊，华华当先办，哦，啊，想徛着安尼好，今仔就来办。迄日子正好看，咱的王爷公呢，啊，那么是安尼对岸两岸哦，啊，甲咱朝鲜公来祈求啊，咱来祝福吼，咱的海峡两岸大家拢会当安尼，大家平平安安安尼，我嘛是真认同啊，所以我会知吼。3点就起来，先办一摊，后边再来办一摊，安尼啦吼。嘿，对，所以呢，啊做甲嘛真欢喜，啊希望讲大家吼，食好圆满，当下甲变成啊，啊明年都继续办，好不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岁月不满爱难休，偏偏芳菲如水。千山的恨，还有几分千山的恨。一二三，好 ，OK， 来来，那我们下一位，来爸爸，哎，那会长不是干了。主委的，这次是客委会主委的，好，来看镜头，来一二三 ，OK， 好，谢谢谢谢光田嫂。Yeah, go, that's what
谢谢。好，我们感谢高雄市古山区公所郑明典郑区长的见证哈。来，注意徛中啦！上勇，盖上勇，三上勇，连八处迎新年，农历四月二日，中时大正，恭喜市员李伯义啊，老爸老母，啊，客会主会杨瑞霞，南家客副长。啊，吴淑慧，啊对，对，哦，今仔日上香参拜，祈求开张圣王，十一月十日，总市长陈其迈会当顺利当选，李伯义会当顺利当选，啊嘛，各位主委、副长会当吉祥如意拜，再拜，三拜。啊，你看，很差，很差，很差。是啊。我是杰哥。开疆兴王，开疆为太嘛。啊，土王老祖观音菩萨的尊尊，将的尊将，行行张德刚，将